打算今年结婚嘅新人咧，拣好吉日签字未咧？拣好日子咧，就记得快啲上婚姻注册处预约呢个时间啦，因为吉日咧不嬲都好抢手嘅。知道大家结婚啦，冇乜经验，所以预备咗呢个教学，等大家可以快靓正拣好呢个日子噶。咁第一步咧就好简单嘅啫，大家只要拣翻好日子之后咧，上翻呢个网站就可以睇到最快可以预约嘅日期噶啦。好似5月20日咁样啦，咁大家最快可以预约嘅日期咧就喺呢度。另一个抢手吉日咧就系6月6日。可能咧会有新人急住签字啦，咁所以就会问啊，最快可以签字嘅日期会系几时咧？就会系你成功预约签字日期当日起计第18日。咁你可能会问，唔系15日就可以啦咩？首先你要预留1日咧做呢个处理递交儿结婚通知书预约服务，然后咧你就要递交咗呢个儿结婚通知书后咧，仲要张贴15日出嚟，等日冇人反对之后咧，再预留多1日处理，咁所以咧就 total 17日啦。但啱啱讲嘅咧就系一个最理想情况，如果你预约咗呢个时间之后咧，冇办法喺第2日就递交呢个嘅结婚通知书嘅话，就冇办法喺第17日后咧处理呢个签字噶啦。所以咧，大家如果真系谂住签字咧，就要预留多少少嘅时间。咁去到网上系统啦，咁就会预约呢个递交而结婚通知书日期。咁首先要拣好签字嘅日期嘅。拣好签字日期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显示一个最快可以递交而结婚通知书嘅日期同时间。如果呢个日期时间大家唔 OK 嘅话咧，咁其实大家都可以再喺呢个位置就拣翻呢个心水嘅日子同时间。提提大家，越早完成就越好嘅。完成咗呢两项预约之后咧，咁大家就可以话过咗第一关啦。之后咧就要为呢个递交而结婚通知书做呢个准备。咁而结婚通知书咧就呢一份。咁大家可以经过网上系统填写之后咧印出嚟，或者印咗出嚟之后咧再手写都可以嘅。咁就去到递交而结婚通知书当日啦。咁大家首先要带好填好咗嘅而结婚通知书啦，然后再带埋两个嘅身份证去。如果其中一个唔得闲咧，另外一个去都可以噶，只要带埋另外一个嘅身份证副本就可以。如果你另外一半咧系外国人嘅话，咁就要带埋佢香港身份证同埋原本国籍嘅护照。当日咧仲要加埋305元嘅费用去处理呢个手续嘅。你可能会问几时会拣呢个举行婚礼仪式嘅确实日子时间咧？咁其实咧就会喺递交呢个通知书当日咧做埋呢个手续，会按照大家预约确认书上面嘅优先次序号码选择呢个嘅婚礼仪式时间嘅。咁呢个嘅优先次序咧就会喺呢个位揾到噶啦。咁你可能就会话啊，拣咗呢个时间去递交而结婚通知书之后，想改呢个日子同时间，咁大家其实咧都可以上翻呢个网上系统同埋电话预约都可以嘅。只要你递交而结婚通知书后张贴出嚟15日内冇人提出异议或者反对咧，咁就过咗第二关噶啦。咁你就会收到呢个婚姻注册处签发出嚟嘅婚姻登记官嘅证明书。咁大家收到呢份证明书之后咧，记住就要喺3个月内呢个有效期内完成呢个签字手续。如果过咗呢3个月内你冇去完成呢个签字手续咧，呢张证明书咧就会作废。如果你想再签字嘅话咧，咁就要重新递交呢个而结婚通知书，将以上步骤重新再做过一次。签字当日咧有几个注意事项，大家都需要留意嘅。第一啦，咁就要双方带两个见证人嘅。另外第二，新人咧因为要亲自朗读呢个誓词，如果其中一方咧系外国人，而佢又唔识广东话、英文、普通话嘅话咧，就要自行代备呢个翻译官啦，就喺现场进行呢个翻译。而且婚姻登记处咧冇提供呢个服务，所以大家要事先准备嘅。最后签字咧唔系只系两位新人签名嘅，见证人都需要签名。间唔时咧都会有哈六爷签错位置，可能见证人咧签咗喺新人嘅位置，新人咧就签错喺见证人嘅位置，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